要听哦，好，对不对？但我想那个，在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真的快哦，对不对？这个日子过太好了，怎么时间过这么快？因为你太忙碌了，而且又忙开心，嗯、对，觉得真的是好快哦。是，但是我想大家都很好奇哦，就已经过了一半了，嗯，接下来2019还有什么计划，或是有什么新作品会跟大家见面吗？2019，因为在前半年我拍了一个电影和一个电视剧，是，然后很感激、很感谢他们都会在后半年就会上，所以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我在戏剧上的不同的成长和面貌，我也很期待。是因为很多粉丝说啊、哦，好久没有看到你在戏剧上的表现，对对对，因为都如火如荼在拍摄，还有出书，对，真的花好多时间哦，太好了，对不对？但是刚讲到这个，其实在今年初的时候拍了一部《圣人旅程》。圣人大道，对对对，好、嗯哦，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怎么样？就是你，有投入了一个非常震撼性的炸弹，投下一个震撼弹，对，投下一个震撼弹，你PO了一张照片，然后上面就是有 #现任男友。好像有这么件事吧？对，这大家就是一片我是直接 #现任男友，你就直接写现任男友，这么神经哦。对，我又忘记了。对，那时候拍的这部电影，对，很愉快，很开心，然后学到超多，因为有很多我觉得很棒的幕前幕后的同事们、演员们一起完成。哦，那有对谁印象比较深刻吗？现任男友吗？既然都提起他，我也不能说对他没印象吧。毕竟都已经拍了人家的照片，然后写真的。有啦，印象真的很深，因为我觉得拍戏其中一个最开心的点，就是可以交到像家人一般的朋友。然后这位现在好像也不算现任，因为我又拍了别部戏。前任，对，今年初的前任男友，就是很开心可以跟他合作，然后变成好朋友。好，毕竟我们都已经讲到他了，我们现在要请他出场。好的，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曹彦豪来到我们的现场。先请这边移动一步，正中间。两位一起看这边啊。好，我们两位一起统一视线看一下正中间，好吗？谢谢。正中间哦，再请看一下哦。好，中间偏左手边，我们看一下好吗？好，来，好，托塔桑这边也看一下哦。他也在捕捉两位帅气美丽的画面。好的，我们右边。右手边咯，请看右边，来这边，谢谢，请看中间右手边，中间吗？正中间，我们再请看一下，好，我们两个再靠近一点哦。正中间，中间看完看右手边，好，麻烦两位，好，我们先统一视线看中间，好，中间再一次哈，中间是，好，白衬衫这一位，好，来再请看一下右手边，加车饼，好，右边看一下哈，谢谢，辛苦了，辛苦两位了，这边，我们的这个代言人以及我们的现任男友，好。非常谢谢曹彦豪今天特别来担任我们的特别嘉宾，左边都可以了吗？不好意思，那我们可以单拍一下好朋友，我们先看正中间哦，哈。好，转一点，谢谢彦豪。好，来，请看一下正中间哦。中间偏左手边，麻烦彦豪，谢谢你。看一下左手边，好，不要忘记右手边哈，右手边啊，右手边看一下哈。好，这样子，中间先来，不好意思。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正中间，看完可以了吗？好，看一下右边喽。好，哦，帅。来这边。好，我们等一下没有拿产品的也要拍一下哈。来，乔，不好意思，等一下喽。好，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一下产品好吗？好，来，我们好，谢谢，来，辛苦我们的摄影大哥，也辛苦彦豪了。好，来，我们看一下，
正中间，没有拿产品的。好的。好，左手边。好，中间。好的，右手边。好，手出来一点。好，然后中间这样很好哦，好，来，麻烦看一下右手边哦。好，谢谢。来。Hello， 现场各位媒体朋友，好，大家，你们好，我是曹彦豪。不好意思，突然锁了。你好。哎，你记得他那时候有 po 那张照片，然后说是现任男友。有。对，那时候有吓到吗？就觉得很理所当然嘛。对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好，那如果我们现在讲到圣人大道，两位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幕？哪一个 moment？ 我先讲好了。其实蛮多的，而且可是要很小心，因为不能爆雷哦，对啊，不能爆雷，小心讲哦。好，导演等一下打给你。如果你讲错，你就打我一下。好，你讲错就踢他。我先从比较不会爆雷的部分，我自己的部分，因为我在印象深刻的部分。对。我在里面饰演了一个叫林子祥，那他是非常了解区块链相关知识，是，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其实有好多好多版本的演讲稿或跟区块链有相关的知识我要去背，超辛苦，这应该很难做吧，对不对？每次只要一上这类的课，然后我们所有人都放空，因为我们其实也要听，但他不能放空，因为他是要真的很懂。我们都觉得他超辛苦的。那时候就哇，就是工作人员啊，当然他们就一直帮我们不断的恶补，而且其实那个台词他改了很多不同的版本，所以回家就一直录音，然后重复听，一直去背，一直去背。你是用录起来听，才记得对，是因为他很多内容，然后看书啊，上网找资料，不容易。那个印象最深刻就是背台词。对，我不会这样。对，来，那乔呢？我印象很深刻的其实是。我有在剧中最多的对手戏就是跟曹彦豪，是。然后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进入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印象就很深了。因为虽然说我也是搭配过很多的所谓的荧幕情侣呀、啊，或是夫妻什么的，但我从来没有演过一部戏是一开拍第一场，我们就已经是老夫老妻了，就没有任何的暧昧啊，然后什么还有那些情愫，对我们两个简直是家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激情。我没有在那边就是认识对方，有点害羞，也没有，对，在一起很久，就是家人，然后贤内助是，所以是，对，所以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开拍前，我们就一直保持像家人一样的联系。对，那既然像家人，我想两位默契应该非常好吧？不知道哎、欸。毕竟也拍完一阵子，也拍完一阵子，然后也接另外一个戏。没有，我们今天就是来考验一下你们，看你们的默契，好不好？好不好？来来来，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准备。好，那我想呢，马上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了哈。第一题，来，谁的 NG 次数最多？一二三，请举牌。哎，我真的两个默契很好哎，事实上也是这样。好，来，谁的保养秘方最多？一二三，保养秘方最多哦。哎呀，又答对了哈。好，来，那我再来问最后一题哦哈。好，之前的不要侧脸，好，正着好不好？正着给我们的媒体朋友们捕捉一下。等一下最后一题喽。哎，你们现在已经两题中了，命中率很高，是不是？有没有信心？你刚刚在干嘛？我一直在跳舞，没有在玩。真的好，那我们来第三题喽哈，考验一下两位的这个默契喽哈。谁是 TravelBB 的爱用者？一二三。哎，哦，好有默契哦，你们两位，掌声鼓励鼓励，太优秀了，有没有？来来来来来，这个哎，默契很不错。最后一题没想到两个都选耶，这个如果有人乱选的话。私底下很会吵架哦，对，会吵架哦，会有争执，好不好？但是我想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因为《Sugar Baby》的夏日季，对啊，好期待哦！因为今天我觉得大家暑假马上也就要到了，爸爸妈妈一定在想说带小孩去哪里玩，是对安全，然后又开心。女生们一定在想要去哪里拍照，所以其实我觉得带着一个非常兴奋、期待的心情，要揭开夏日季节的书。